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隔壁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跟你陌生有点没什么力气，因为我刚刚才运动完回来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？我打算先到地狱找到堡垒，地狱堡垒嘛，应该是可以这样讲，叫地狱堡垒。那我刚刚呢，其实自己已经先到地狱里面看过了，挖了一些东西回来。那我们带多一点的食物再过去，再下去吧。应该够了，多了一只锅，我们就前往地狱吧。蛮幸运的是，我来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洞穴。那我现在不知道伊优伊在哪里，有点害怕。放我不放你哦，警告你哦。大哥，通常会到地狱的第一个就是找到堡垒，第二个就是要找这种建材。你看，只有地狱才有。我操你妈！哇，这！好，加在是，我这件装，我在自己玩的过程中，有换到，有附魔附到哦。打死他 ！Yes， 哇，三发解决他！地狱也，这个叫什么灵魂杀啦？抱歉，刚刚讲错了。这个如果有遇到地狱，有在碉堡找到哥大的话，带回家中吧。哇，还蛮幸运的嘛！一进来就有优异给我打，速喜速喜。
碉堡，这是碉堡吧？对，这是碉堡。是有，哇，出师顺利，地狱随便挖一挖就挖到一个碉堡来。外面那只幽灵感觉好烦哦，怎么办啊？真的呢？怎么办？你叫我怎么办？我操！我操！哦哦！我失败了。打回去。哦、我有哥来耶，打斗鱼了，太多了啦！越跑越远呢、欸，打人家打一打就跑掉呢、欸，怎样啦？你是人吗？孬哎、欸，出来啊！是 EOE 还是什么 ？EOMI 都不理他了。这是我最不会铺路的，但是还是要学习的。再怎么惊慌失措，一切都是要学习的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就算我现在今年20岁了，还是要学到21岁。只要学一些新东西，人生才会有趣。这时候不要来什么东西把我推下去，不要来给我炸一下，心怀感恩，心怀感恩，心怀感恩，感激。好吧，那边之后这边就准备再。我的要按 shift 啊，我 shift 一直按着不会掉下去啊。
파. 아, 집에 가봐. 我开点药片就好吗？不行，我要点一直线。已经过三分之二了，现在剩三分之一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流着汗，流着汗又戴着那个罩式耳机，然后刚刚有运动，然后现在没有开冷气，所以我现在整个人是冒汗的。啪！啪！刚刚都滑出去了一下，吓死！你按 Shift， 基本上你人就不会喷出去了。我看到陆地了。刚哪一个呀？河？要到了！到了，二号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可是现在好暗哦，我身上唯一只剩六个火把，我不知道怎么看他。哎，哦，对，他对，嗯，对，对对对，哎呦，是哦，弟弟是哦。找到了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干嘛的？那请问我该怎么上去呢？来都来了，一定要上来看一下的吗？开了，开了，洞开了，各位注意了，洞开了，我们进来了。好，解了一个可怕的要塞，这个成就了，然后要再来呢。有也是在门口堵着我们的、啊。由于没有火把了，所以我只能占用这个荧光石的灯光来探索我们的要塞。因为我左边有猎鹰神，哎，右边。找到了，找到疙瘩了。哦，那猪人吓到我了，他朝着我冲过来。各位啊，你们能想象突然有一个人朝着你脸上冲过来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跳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就问各位啊，各位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，如果从你面前突然有一只蟑螂冲到你脸上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妈的，让人跳起来啊，不然还能……哎，操！哎，
钻石、铁剑、烂东西。我顺便捡了一个成就啊，抱歉，因为更新之后一直还没去挖钻石。哎，你要在这里待多久？你妈妈不会担心你吗？我听到那个凋零骷髅的声音了。OK， 这里是一个大平台。艾伯的绿色，砍死你！啊哈！有凋零骷髅，他在哪里？好像在右手边吧。对，右手边看到了，他来过来了。这边是安全的，那我们就在这里，做结尾吧。OK， 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终于成功了，找到地狱的碉堡，然后蛮开心。哦，那这边怎么那么多链子？回避一下。然后怎么又有优异的声音？好，啊，不管了，以一个胆小的我来讲，能够直接冲进这个地狱堡垒已经算是不简单了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简短的到这边，因为差不多要吃饭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在下面按个订阅或是喜欢，然后发更多相关消息，可以到脸书粉丝团按个赞。OK， 那喜欢也不要忘记分享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原味生存勇闯地狱就到这边结束了。OK， 那就下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